所以我们今天在位的各位前道哈，我们这学生们都没有，这个都没有，你们还干干净净都没有，是不是都没有？是都没有，这最好，你们虽然是白玉无瑕呀，很完整，都很漂亮的哈。可是你们保护他呀，你们好好保护他，好好爱护自己，这一辈子都不要这些个事儿，通通不要有，人格高尚，你父母为父母争光啊，这是你应该做的哈。那么下边呢还有这个孝的分别，因为我赶时间呢，我讲话很快，用最速度的哈。我讲这么快，你们大家听懂不懂？这个下边还有孝的分别哈，小孝、中孝、大孝、大大孝。这个小孝呢，就是方才我说的那个，孝经上讲了几句话，就是供养父母啊。啊，塞身吃的穿的住的，叫父母高兴，叫父母满意。你说我们要是想一想，儿女叫父母满意，你说简单不简单，容易不容易？你们现在还没有轮到你们身上供养父母，是不是？你们想啊，我们在自己在想象，哎呀，我叫父母很高兴很满意，人前后边总在赞美我，我这孩子很乖呢，这时候这孩子很乖很懂事的，都是体贴我关心我呢，哇，处处都为我着想的。叫父母偶露你夸奖你几句话，你说容易不容易？咋样？那我的看法是容易的事儿，因为父母是我们亲父母啊，不是外人的，他对你不会苛求呢，不会给你苛求的有什么条件，不会呢，你只知对他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体贴他啊，就够了，很简单。你要说哎呀，我们赚钱的妈妈呀爸爸天天给你做衣服啊，每天做十件，我从给你买几个烫死你，他要会骂你，你这不大糟蹋钱吗？你这神经过敏了，神经病是吧？一天到晚做衣服干什么？我天天穿几件，那又太过了，过如不计他又不喜欢。一年妈妈的母亲节、父亲节、过节、过年，一年四套衣服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四套很简单。你说这个我们做不到吗？你说做到做不到？你们还不敢站大话，声音都很小。一年四套衣服都做不到，我这个我不相信。四套都够了，不要多，妈妈会满意。你给你妈妈买点牛奶，买点维他命，多种维他命。买点一个什么？买点参，他爱吃什么东西，给他买什么，很简单的事儿。你常常给他看他，给他送，给他叫他吃，叫他用。你一个月给他几千块钱，不要多，做老年人没有什么奢望。你一个月你给他妈妈3000块，爸爸3000块零花钱，你然后给他吃饭，他就很满意了，他很高兴了。你常常回去看看他，给他安慰几句话，什么新闻给他报道一下，他都很高兴了。我认为没什么困难。啊，就够了。你再有时候啊，妈妈，我们出去玩一玩，到阳明山呢、啊，是到阿里山呢、啊，到日本去嘎嘎的，啊，就都很好了。他高兴的不得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说我怎么知道？我上日本去，天天不是天天去啊，每年都去，每年去日本啊。那么每有时候看到这个观光团呐、啊，我们台湾人哈，我们台湾人给他聊天。今年我要去观光一次，我不是半道去的，很轻松去剃图。今年不错，去剃图。剃图呢，遇到很多观光团的欧巴桑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欧巴桑，你请后面哈、啊，怎么我能有办法剃图？哇，我们咋你们咋样？我得嫁去友好，我得嫁给我老两口，我得早嫁给我3万块，我今天开不了。偶落后面自己欢喜不喜？也就小两点，不算简单单，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一辈子日本剃图一次。”每个月3000块，一套一年几套衣服，天天常吃维他命啊，都够了，这都还挣家境友好。我研究起来很简单，你说这么简单的事儿，这些个儿女们都不做，非要叫我们父母生气，真是这年轻人莫名其妙。我认为很简单，